会长，只要找到您的女儿，这些疑惑就能够解开了吗？我想破解车胜熙的手机密码，调查出金银爱的行踪。今天晚上会长家没有其他人。今天不是要通宵拍摄吗？突然下雨取消了。您为什么会从我房间里出来？不行，我的房里有人吗？金护士，银爱的状态怎么样了？车胜熙，我已经恢复记忆了。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，好女人坏女人